妈没有告诉你吗？这快要经过大了，你妈没有告诉你吗？这快要经过大了，你妈没有告诉你吗？旁边嘛，昨天没拍到你，昨天是拍晚一点。没有，没有我们一球，我跟他打交他。去练饶舌，你很脸很帅，很适合饶舌。没有，我不是跟他摔跤，他没有，我适合。我们不是在摔，没有，我适合。我们不是在摔，没有，我适合。我们不是在摔跤，我适合打手枪。你们是两个哈。你看，我适合打手枪。你看，我适合打手枪。这是我们的班导，拍一下，两个班导。但是吴大师比比，他姓吴的大师。舔 B 怎么讲？舔 B B， 舔 B B 啊！你用你的嘴巴去舔 B B。打电话舔怎么讲？舔。你要去舔啊！打电话怎么讲？舔。陪伴。陪伴 B B。陪伴 B B。陪伴。陪伴 B B。陪伴 B B。哦。就是用用陪伴这样子，陪伴。陪伴 B B， 陪伴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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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 B。
那个喉咙怎么讲？喉咙。喉咙。喉咙。很深的喉咙怎么讲？很深怎么讲？不要讲。你在喉咙处了。哦，那有的女生很会吞那个乌达斯，吞很深。那个。吞到20公分。对。他说，你在喉咙处了，他可以吞，可以吞到这边。男生就很舒服。对，但是。他会吐，有的很厉害，有的很有经验。我们这边没有太阳这边啊，看你们花的应该有吧？那种高马大，有的可以，那个嘴巴怎么讲？呱呱，有的可以没救呢，呱这样哦。吴大师 BB， 对对，好听。他姓吴叫大师啊，他妈妈叫啊不，他的老婆叫 BB 哎。吴大师是海绵体的意思，啊 BB 是洞口。好，再来介绍吴大师 BB 来。BB， 好，开始。吴大师 BB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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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吴大师 BB。五大四比，五大四比，五大四比，五大四比比，五大四比比。还没吗？我的，好强！哈哈哈哈哈。五度三零度啊，五大四比比，五大四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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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五大四比比。所以吃的时候他会叫你巴洛比比，因为那个比比里面有一个豆豆，有没有？对，挑衅的豆豆，有没有？阴蒂嘛，阴蒂。对，那里面有豆豆，有没有？阴唇的上一层呐、啊。那个阴蒂比比，那个阴蒂怎么讲？德鲁话阴蒂。布杜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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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嗯，布杜，布杜。哎，阿美族叫本诺。很怒，怎么样？不了解，孤独。我没有老婆吗？他们大概两点左右，台湾就会进驻。到时候你教练或者是工作人员车子是放在北边的，那你到时候要等到夜市结束后，你车辆才能够离开。好，所以你如果放在我现在。北边的转场的区。
是 BB。我弟弟叫吴大师 BB， 我妹妹叫什么名字吗？吴大师 BB， 吴大师 BB 了。我喜欢看吴大师 BB， 吴大师 BB 的歌，吴大师 BB。太阳话妈妈怎么讲？吴大师 BB。雅雅念一次。雅雅布布，雅雅奶头，雅雅奶头。你跟谁学的？还跳舞当 BB， 哥，我不是当 BB 吗？哎。怎么讲？亲亲嘴后舌头的那脚。哎呀，玛丽，你不是玛丽啊？我认识你哦，拜托你哦。这样子，要看那个水，那个阿奶奶。那个台湾话怎么讲？那玛丽，玛丽跟玛丽哦。玛丽，玛丽舌头脚怎么讲？脚。米赖，米赖玛丽。对。哦。当女生舒服，用手这样抠鼻怎么讲？怎么？你搞的拿刀呢？拿刀鼻鼻。对，拿刀鼻鼻。拿刀鼻鼻。对，拿刀鼻鼻。哦，我很爽，怎么讲？你说他快飞上天了，很爽。飞上天就是拿刀爽，寂寞看看就是他会爽。哦。爽到不得了，你就马上可以放下去了。哦。
拿豆皮皮，对，拿豆皮皮，拿豆皮皮，对，拿豆皮皮，拿豆皮皮，对，拿豆皮皮。笑，不要笑。
要拆掉，好，要离开，能互相保留证据嘛？你要保留你的证据，没关系，你就拍，但是你那个东西先给它拆掉，好，那个电先拔掉，好不好？你这涉嫌到什么东西吗？你赶快去拆，你不要再拍我，我有权利哦。你也在录影嘛，好不好？你去拆了，赶快去拆了，哎。我知道我会去拍。先生，你刚刚就在，我不知道你叫，我刚刚的证据忘记了，你叫什么名字？你就直接拔掉，好不好？你要窃占公家的所有电，所有财产，好不好？你不要随便乱用那个字叫窃占哦。你先把它拆掉，好不好？村长，村长现在是有很礼貌性的跟你讲。你那里拆掉，这是你的线了。